讲过去啊。独角心、菩萨心，那搁再落来呢，就是如来心。如来啊，就是性如实多啊，来性正觉，叫做如来。性如实多，咱拢定来讲起啊。佛呢，虽然两千多年前出生在印度，到现在已经两千五六百年后的现在，是不是佛拢无伫人间呢？唔对哦，咱即当阵念释迦佛，也阁是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佛还是在人间，伊的法老伫人间，伊的身躯呢是来回伫娑婆世界，不断生愿再来，生愿再来，每一回来人间啊，都无离开了人间的真理，带着这个人间的真理来到人群中，从伊的口头上的传教，从伊身体力行的教育，这呢叫做行如来实道，来行正觉，来这个人间。除了呢，每处家己呢献身修行，用身教甲大家人来同修行，所以咱有同事同这个名词，安怎去教人用爱意啊来教人啊？咱安怎来度人，甲大家人共住啊，来影响人？亲像阿弥呢，自己修，同时呢，就是伫咧带人修，所以行如实道，来行正觉，这呢就是如来，如来的发心，法真如的教法啦，这两讲法。一直在讲过，真行如意，这叫做真如啊。那要用真与行的心，将如来的真理用在咱的日常生活中，咱爱呢如意贯铁，这叫做真如。所以如来是咱人人本具啦，清净本性真道理。咱人人若会当本具着这个如来的真理、清净的本性，现身来人间修行，实在讲，坐伫我的面头前，人人呢就是现在的如来。会当听法用在日常的生活中，咱人人啊，都是如来的实道。在种人群中呢，身体力行，安尼体会到教育出去，这呢就是行正觉，这就是咱学佛啊，爱认同的道理吼。所以如来心啊，不是在说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，那是说他那当时的精神道理呢，用在现在，用在你和我，咱的精神和心性互相来去教育啦，这种的真理是道，这都叫做如来心。
就是地心地，就是啊，地会完明啊，一切诸法皆能发了，这叫做地会心呐、啊。各位，那哪有甲佛同款啊？清净的本性，那智慧一定是圆明啊。所以如来的真实度用在咱的日常生活中，智慧就随着咱的日常生活，待人处事。无不都是用智慧，真正的圆满啦，真明了，会当通去决定。所以智慧圆明，一切诸法，诸法呢，就是世间法啦，或者是出世间法啦。世间法呢，无离开啊，这个日常的生活中。无离开人事物，这拢总是叫做世间法。也那是出世间法啦，就是啊，说出了超脱的道理。虾米会当通超脱？在这个世间有真多啊，人甲人的中间，家庭有家庭的亲人。所爱的人啊，难免都是有生老病死。要安怎会当然后跳脱呢？就是爱用真理。咱若会当平常时啊，去了解人生，安怎来人生？那人生呢，是安怎来结合言知？动作言善啊，都爱分离。这种的道理哪知啦？什么代志都看会开啦。有一个家庭，我都真安心。这个家庭呢，就是上着以最亲爱的人回来。当然，这是主祭家庭啊。先生是主生对啊，也是委婉，太太嘛是委婉啊，后生查某囝都非常的认同。咱这位啊，师兄的讲话，当年来啊，有鼻咽癌，有一回我去大南，我看到伊啦。我就甲伊讲哦，咱来会记哩。当然，咱来疼惜咱的身体，有病甲医生配合，这嘛是一个大自然呐，真合情理的代志。有病都是找医生嘛。说实呢，大自然的法则啦，大旱来的时。咱嘛都爱用真开阔的心情，真自然的形态去接受啊！安尼知影无？我知啦，了解。所以呢，人还是带着笑容，总是呢知影无？大自然的法则啊，大旱来的这一天啊，安尼。安详啊，丰盛啊！伊呢，这个心愿，健康的时就是奉献出去啊。那丰盛了后，甲代替呢，嘛都爱捐出去啊。所以伫彰化，透明啊，开着车，送着这个最亲爱的人。来啦，太太陪，囝，查某囝，囝婿陪着伊啊，回来到
花莲，天还未真光，就送入去到大学去啦。处理了后，他一家人回来啦。我要出去的进程来跟我见面，看起来这个家庭非常的安详，无迄种哦，安尼生离死别啊，迄种的心啊，的纠葛啊，安尼难拆卸的，无安尼的，看起来就是安尼家祥和。虽然看会出唔甘，但是呢，每一个人的面上呢，都是一份祝福。安详，在这个中间，查某囝都安尼甲我讲，叔公，我一定爱甲叔公讲感恩，什么代志啊？阿就讲啊，伊讲爸爸吼，也未入住这以前啊，脾气足歹，但是呢，早入住这了后。人生完全改变啦，给阮真侪年好的爸爸，给阮的家庭呢，真正的和睦。阮爸爸过去哦，什么人的话伊都唔听，但是呢，伊足听叔公的话，所以伊改变过来啦，给阮的家庭呢，真和睦。所以我们要感恩叔公，尤其是呢，伊真祥和、真安详啊，我们心也拢足安尼啊。所以，愿伊的心愿送伊回来啊，听到安尼，我都感觉真安心。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伫即刻，平常时啊。安怎的人我是非的计较，这呢，拢是伫未来生的习惯，咱会带去啦。咱若伫平常时呢，知影道理了后，咱来赶紧改过来，改过来了后，咱有这么好的习惯，脾气改好啦，待人接物啦，对家庭的人啊，等等。那会当真好无？咱就知影，对一般的人呢，更搁较好无。因为咱普通人拢讲哦，奇怪，出去到外面对人人拢真好，敢那倒来厝的呢，真挑剔。所以讲，要会当对厝的人真正的温馨，真好无，足难的。会当做到好伊的囝。太太啊，家内的人呢，我老公吼，脾气拢改变过来，对阮拢真和善、真和睦，可见证明，在咱的组织这个大团体中呢，就是一个好人。所以啊，咱知影伊的习气已经改掉了，已经改了。所以也带着真好的习气，安尼呢，再来生，这就是互我上安心的代志。毋是定定讲过去啦，人心不同，各如习性。其实呢，毋是各如其面，是各如习性。咱的心拢总是共款啊。只是习气分习啦，来人生了后，好天啊，环境啊，来分习伊。所以呢，脾气愈来愈歹，贪心愈来愈大，那待人接物愈来呢愈自私，这拢总是在咱内心这个中间，咱。后天的习气不断不断分析，那咱的修行呢，就是要把这已经分析无明、已经分析恶气的垃圾的，咱即马呢要来给净化。
那该净化呢，就是啊，该遐过去的习气，安尼哪该改掉？改掉。这个地主啦，已经和厝内底的人安尼这么正尊重，这么正感恩，这个伊的过去完全改变，好的时期，咱就会当知影，咱安心伊再来的时，一定呢带着这种好的时期去啦。那么未来的人间呢？这是和睦人间，这就是人应该爱知影，这叫做智慧。智慧呢，人爱改变，改变了人人无同的习惯。咱伫咧做代志呢，个人有个人的角度伫咧看代志，个人有个人的境界。那么，咱爱用智慧，安怎样呢？去圆满迄个境界啊，变成了一个圆满的道理去行。这嘛都是爱咱平常心，用道理啊来解熏陶，来解分析。所以各位学佛啊，除了人生以外，无佛好学。咱要改变咱的习气呢，除了现在做人的时阵改变啦，其他无时间好改变。所以这世人啊，不用金星道啦，更用火星道出身啦。所以咱要好好把握吼，安怎样才真正会当头立立体悟。智慧会当头开启起来。第四十二章经啊，佛陀安尼甲人讲：逆定沙文啊，当下爱欲啊，爱欲过尽啊，多可见矣。人都是拢总有迄个爱欲呢，所以后天的习气不断不断的分解。咱若要净化咱的心啊，第一项代志。都爱心个爱欲起点，这个、爱欲就是五见啦，那五执五见，我爱这项，我就是要爱个透彻，爱个彻底落去。世间的有形物质有什么好和咱执着的所在呢？无什么嘛。所以呢，先叫人讲爱下爱欲，身外的物件都爱下，何况讲这个身体。身体建国在都爱下，爱发心呐、啊，咱爱观出咱的智慧，观出了咱的体来去完成一切，这嘛就是爱欲的来底。咱若逐项行艰苦、行辛苦、等等呢，这嘛是一个执着的爱欲的来底呢。所以咱那是爱欲过尽，这个爱欲的无明啊。咱那是气敌啦，那多可见，咱都会当真正呢见到真如实相的道理。所以，什么叫做如来心？真如实相，那真就是真行，一如贯天。咱既然发心要学道啦，这条路呢，咱都是爱真。如啊，真行一如贯铁，咱诶道路。那么，什么叫做智慧圆明？智慧圆明呢，就是啊，世间的代志无什么好甲咱障碍，互咱无挂碍。不管是物质，或者是亲爱的人，咱真正的爱呢？就是会当头爱出了伊甲咱行共条的路，可以会当改掉了过去呢，
迄、那个无名习气，这就是真爱啦、啊。一世人既然有缘来到顶，但愿来世人呢，也当解除了真多无名习气，明明白白再来人生啊！这呢，就是真爱。希望咱大家啦，爱呀、啊，要爱在迄个真道，道是一条的大直道啊，真呢就是真的道理，所以唔免用真多复杂的心啊，讲我要安怎样来去求道，其实呢，道在咱的面前，道在咱的脚底。道在咱的身边，道在咱的口中，道在咱的日常生活、待人处事，只要咱心内当头回道啦，无处不是真道。所以大家人爱用心啊，发挥如来清净、如实真如的道理。咱爱用咱明朗的智慧啊，来看世间万事万物，所以人人爱时时多用心啊。